吼，根本因为听说个虾到底就创个。虾到底，我也是虾。嗯，我请阿龙哥，今日要虾嘛个。宫保虾。宫保虾。哦，那个哈工美琼用。要开白。哦，开过白。哎，开过白。好来，呀，走过来，我捞去录一下。哎。米酒。哎。香油。爱吃的吼，一下工的料理哦，前后的大概呢，麦酒，麦酒，麦酒，你也甜的时间了哇！你讲啊，很甜的时间啊，前头做麦盖了，醉虾，醉虾，你醉虾，那是那个虾的终极吗？到最后就醉虾了。好了，哎、欸，两，有谁好做哎？暖哦，嗯，半扎的暖泡，半个蛋白，嘿，哦，爱用啊，爱用来玩。班长没哈？哎，让来咔咔的哈。好，咔咔的。哎，你看伢个酒冰落去呀，伢个头脑个片就封起来了。哎，因为酒醉。伢明明就已经封神伤哎。好了，哎哎，咔呀不？哎，对了。不是的哈。哎。倒掉的粉，哦，表面啊又滴的粉呐，直接滴啊，等下炒一起的啦，下边黏面啊，再个含梅油爆，哦，油爆也挺白啦，啊多多少少啦，多多少少，嗯，跟人家一切那个肠子位合作嘛，该用诶，诶，来配色，配色，诶 ，OK， 一模一哈，唔是啊。再过来，哎俩，葱啊，嗯，还有用诶，枣味、辣椒味，嗯，哦，下到底，辣到底，嗯，然后像川菜诶个感觉，嘿，又还有诶，爱用诶花椒，花椒。要先包嘛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两本切好了，帮我来铺哦。辣椒半条，好半条啊，要蒜片还是蒜末？好了，两个都磨好了。哦，姜来上还是炒的？没想到我没有小帮手。啊哈哈！哦，讲真嘅，人家当好用。关心啦。哦，你下工啊？不管你睇妹啊，细妹瞬间就咁样。哦，阿英，你没有把握啊，你咪姜料料木煮啊，来剪睇机，好、哦，来剪睇机。就唔包。好看，天意啊，还唔会包，用咩唔会包？加木煮啊，还有水分啊，啊，有水分。哦，我等下跌落去，我咪照。姑嫂啊，你是唔会姜？哈、哦。姑嫂一下炸下工的，天窗一照就炒过啦。好，两边磨憨了哈，两下油，哎呀嘞，哦，哎呀嘞，麻油，麻油，五味麻油没哈？哎，加滴滴的沙拉油，好、哦、沙拉油，干嘛加起的沙拉油？因为啊，给它调料啊，哎，哎用，哎呀嘞，花椒，哎，佮遐全部用麻油啊，要调调糊啊，调糊会糊哈。你讲个蓝点它大，要来哟。哦，强贼位没有炸过哦。过油呢啦。过油。因为啊，他讲哎呀。因为啊，你要过油啊，该等下，哎呀，哈工没有过油啊。嘿。好。那贼位没有切末。哎。半条就好，嘿啊！哎，半条做哦。宫保哦，顾名思义，其实会辣。好，你按泼火啊。过来。哎，我这位同志，我同志来呢。哈哈。你下件就缝起来哈。其实俩，
一天来抬佛啊，哦，你怎么在灌佛？你灌佛哦，你哈讲 keep it keep you。油的鬼害死都地都你，你用咩地要都在栽叫诶？你啊，我会破坏树的哦。哦。因为啊，我想咧，莫按台妹啊，你像新月大陆下台妹啊，好，该下谁妹的哇？给破坏树的哦，等下。刘德英为好没多得噻，嗯，艾迪嘞就拿佮当作给嘛个西虾，西虾，西瓜，西虾，嗯，佮做当作西虾，你下下少啦，可能污染也是两百因，哎，又变用个河川污染，不说你河巴地都种唔到下工诶，下工诶唔会太呀，好，你下坡道啊，你看，我要吸滴滴的粉啊，哎。佮还唔会爆，吼，还唔会爆，还唔会爆，嗯。好，你啊，坐低来撩起来咧。哦。好，把它滤油。好，你啊，两片啊。哎。新月暖暖的。哦，哎油也是爱捏，爱油，爱油，买捏。哦，哎，虽然讲吼，大家可能偏唔多吼，还做得到唔到讲，佮用个发酵粉的面稀冻就做出来，就一捏买诶。好，也是下良心的做法啦。哎呀，唔是包，唔是吼。好，再喝，哇，切的真是，有冇？棒，有啊，有。哦。跟口香糖是干啊？像来中医处哦。摸门梯呀。好，你啊拉去填香，你啊，其实我来过滤啊，是花椒吼，还是有样会糊啊，嘿，会糊啊。然后熬到个花椒诶，个口感也不太好。也不太好。好。好嘞。嘿，欢迎。一条宫保等一下哈，然后呢要调盐，哦，把胡椒粉少许，抢这位。抢这个冰啊，落去几下就变倒台牌。哎，葱花。哎，古时候的宫保不是老是高油偏高哦？也冻得嘞。不太香嘛？不太香啦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佛冻慢啊。哎。哇。宫保。青米、辣椒油，哇，鬼海干样的川味的味道就做出来了。好嘞，你看，也有干样的葱，干样的高级的啊，一百六炒。老板讲高级的，高级的川菜馆。饭店呀，嘛个川菜馆，一百块一道。这个呢是黄色的，其实你进去这一盘就300。黑毛，按多啊，三。哎，有滴滴的辣啦吼。哦，辣啦，无辣用来拼麦酒。好嘞，你开始给你来做诶，宫保虾。宫保虾，下工处理好，用米酒、香油。乱拍骗你份卤锅，葱诶、蒜头、辣椒诶切幼幼诶，青椒诶切角角诶准备，青椒诶下工先过油以后留起来，再来用麻油、沙拉油填花椒诶白香以后沥锅，再将蒜头、辣椒诶下工、蒜头、青椒诶、葱诶炒炒啊，再加盐、拍胡椒粉、米酒、
辣椒干、辣油条面，然后添茶花料的，用个盘凉，安尼做豆霜做喽。